我告诉你啊，过年餐桌上一定要做这道脆皮尖椒酿肉，好吃到老公和孩子抱着你转圈圈。尖椒去蒂，切成小段，肉馅里加入葱姜水、盐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、淀粉，再打入两个我刚刚下的蛋，搅拌均匀。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能火给个小红心鼓励支持一下，非常感谢。再挤入调好的肉馅备孕，碗中放入一袋小酥肉专用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调成面糊，再淋上食用油搅匀，尖椒裹上面糊，油热下锅，炸至金黄酥脆捞出。这样做的脆皮尖椒酿肉外酥里嫩，一口一个，太香了，赶紧收藏给家人做起来吧。